对于赖清德要跟蔡英文合作，好像有些人甚至说，那这样我不要投蔡英文了，这样怎么办？我想赖清德代表蔡英文在美国，我已经用他的行动去解释所有他的中心思想跟他的动向了啦。那至于独派，其实我理解，像双方的支持者的确还是有一些冲突。我们这两天看到媒体上面，就是在台南的双方支持者还在互相叫嚣。议长跟郭国文啊，你干嘛把他点出来啊？那我讲的不是你讲的，因为确实他们两个吵得有点激烈了。对，而且是已经进入大吼大叫吼，只差没有拍桌泼水这样子。我转台转到还以为看到的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在吵架，而且其实吵起来那火药味很强，对啊，那个爆破力非常十足啊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正常啦，因为民进党向来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锁定每周日晚间《静观天下》，静天很敢讲。